公共卫生安全综合保障基地的建设这个项目，作为这次意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新的举措。这个保障基地啊，不是简单的加大我们的仓储能力，它将是以物质储备为基础，以能力储备为核心，以信息的储备啊为保障，这么一个新型的公共卫生综合保障基地啊。同时呢，要形成一个统一管理、统一调拨、统一配送的这么一个公共卫生物质保障的网络。